这些全部都冻到一块儿了，我操！我的天哪！嗯、啊，刚才谁跟那乱叫了啊？我说他了是不是？嗯、啊，真是的，跟恁放开是叫恁，对吧？往竹林里接手的，没想到这几个狗，哎，跑到那儿去接手去了，真神！要说恁傻猴，天天。也不知道谁呀、啊，我没逮住他。我跟你说，逮住他，他那屁股上得噔噔三响。我跟你说，真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今天不只是美好的一天，今天还是那个，哎呀，毛豆，哎，今天还是感恩节。黑黑儿，黑黑儿，你这干啥嘞？黑黑儿，那问来问去干啥嘞？啊？你干啥？你准备？啊，怎么讲我真经理狗啊，肉还没有给你做好，都在那闻闻味儿的，真是的。接手别搁这儿接，别搁这儿修来修去的呀，去那边去接去，知道了。今儿早上我没有抓住，是不是笨笨啊？我开门的时候看见笨笨了，是不是笨笨尿到那儿？真是的。我把这个肉给打开了，这个肉全部冻在一块儿了，我的天哪，这咋整？这要什么时候才能解冻啊？啊，这晚上才能吃到肉，会不会太晚了一点？会不会？嗯，真的是，哎、啊，这样太矮了。待会儿他们几个过来再扒到了。上次买的这个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先放这儿吧，肉先放那里解冻一会儿了。我先去楼上看一下那个毛豆啊。哎呀，这笨笨，哎呀，我一说去楼上，他迪沃可堆上去了。哎呀，这笨笨，你是不是成精了，笨笨啊？你是不是成精了？我也没有说，咋着了啊？这货可对着可上去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不准搁这尿，听见没？啊，出细点吧，都是大孩儿了，又不是月子娃娃，是不是？还得扒着恁接手啊？是不是你尿的，笨笨？你搁那偷问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干的？真是的，一看到那笨笨干，嗯。我跟你说，早上的时候我这脑子有点不是老清楚，知道了吧？我估计打开这个门之后啊，各种脏乱差，对吧？等待我去解决问题。你上来只会帮倒忙，你帮不上正忙，好吧？所以咱俩商量一下，你 go out， 对吧？哎 ，go out，go out，out。我操！你给我玩的，你是你闹着玩的，你是啊？你逗我玩是不是？逗阿飞玩对不对？逗观众玩对不对？逗粉丝玩对不对？一个字就是玩是不是，笨笨？啊？那小伙他咋不上楼啊？啊？真是就你好上楼，去下去吧。嗯，还得说中文才能听懂。嗯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就你那腿跑得快，去吧去吧去吧。真是的，那小时候你那脚一瘸一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咋不跑的？真是等着开门的哈！我不想开门，我不想叫你给他见面，能听懂不能？下去，去！真是的！哎呀，赶快关注我，是吧？赶快关注他就看不到我们了，是吧？是吧，小贝？哎，是吧，小贝？哎呀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身体恢复的可以了吧？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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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，好，哎，装装装装，咦，看人家母狗这表达的方式，对吧？摇摆，摇摆，再摇摆，对吧？神龙摆尾，就是这样啊。反正比楼下那几个狗表达的方式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楼下就会扒我，天天扒我的裤子。你看人家这表达的，人家的情感也表达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也做到问命，对吧？哎，好，嗯，好好好，水也没了，我操！行，你兑点水啊，喝点水吧。咦，你又搁这儿拱了？拱了没有？你看你要这里有整的不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造反的，还叫那扒拉的。每天上来看到此情此景啊，说实话都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啊，就是这样啊。
确实要想办法解决它这上面卫生问题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因为这个本来说这个东西买来是每天要给它清理的，要给它刷的，但是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啊，咋回事啊？你先不要着急，好吧？你先回去，去吧，回去。我等会儿再来喂你，好吧？等会儿再来说别的事儿，先说说他的事儿。本来是他这个啊，这个东西本来是要给他每天清理的，但后来这买到之后啊，才发现这个东西太薄了，看到没？这个东西就，对吧？就坏掉了，就没办法用那个刷子去刷嘛，这个东西。太薄了，太脆了，所以的话，后来我就没有再给他刷这个东西了。哎呀，太薄了，这个东西要换。一是买的少，二是这个太薄了，质量不是很好啊。所以的话，这个，哎呀，就我就挺无奈的，说实话。我要拿那个大刷子在这上面刷，估计刷着这个就刷废掉了，就是这样啊。要想办法解决你这个问题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你每天把这里面搞的，这咋整啊？这天天的啊，这天天咋整啊？昨天本来说带你出门吃点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不上道，还拉稀，差点拉我一裤子！你这家伙，真的是啊！你拉我一裤子，你心里好受不好受啊？臭我的是不是？不想让我出门是不是？还是你不想出门啊？你咋想的，毛豆？你跟我说你咋想的啊？你在这上面对吧，搞得咱俩跟认识了几百年一样，给你放到楼下搞得咱俩刚认识一样，真的是，你让我咋说你啊？你咋不抛了，抛回玩溜去吧，真是的。想想办法喽。哎呦，这个确实太薄了，这个。我的天啊，刚才我那个脚啊，不小心踩到了这里，没注意哦，你拉到这里了，我也是醉了，好吧，真的是，哎，踩到屎了，哎呀，不过还好一点呢，就是这里的话，就每天都有阳光，对吧？照过来，对吧？所以的话也没有很严重啊，就会好很多嘛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小贝好像要解手了，那个狗很精哎，可以可以。我们一起看一下，哎呀，那个狗就是解手了，看到没？尿尿哦，它尿了一泡尿在那儿。哎呀，这个狗非常的棒哎，真的很乖呀，那个狗。哎，我看着你，我都不知道在说啥了。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。等会儿喂你，去，先让他先回去。等一下再喂你饭吃，不要着急。哎呀，我先想办法解决他这里的问题哦。哎呀，然后我在网上啊去看了一下他这种垫子，准备给他再买厚一点的这个垫子。到时候这个垫子统一到时候全部收起来啊，新垫子给它铺上啊，到时候新旧给它交替着用吧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个垫子确实太薄了。看一下买多少块啊，它这里一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这里一共有11块啊，我刚才数了一下，11、12，如果全部铺满的话大概是要12块左右啊，就是这样。16块，再买16块应该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多出来的到时候给它交替着给它换嘛，如果说它拉在上面，对吧？给它换起来会方便一点嘛，对吧？再买16块厚的吧，2.4的，对吧？2.4厚的应该就可以了。它这上面有1.2的，有2.4的，1.2的太薄了，这种薄的确实不行。到时候就给他买，到时候能用刷子能在上面刷嘛，对吧？好一点。下单能看到吗？买的像这种的，说是儿童用的，这种要好一点，但是比较贵一点这种。然后买好了，一共买了16块啊，大家看一下。
然后已经买好了，一共买了16块啊，厚的那种，2.4的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估计这样的话，它的卫生应该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吧，对吧？我不能说一定会非常好，对吧？肯定会好一点吧，对吧？一共是140多块钱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这家伙一直看着我，不知道啥意思。一点拉稀了，这还好意思？哎，今天是感恩节，又解决了一个问题啊，很开心啊！给你买了新垫子了，你看这伙舒服的往那一躺，哎，他还老得嘞，美人躺，对吧？还好你是个男同志，对不对？嗯，舒服的很，搁这儿躺着晒太阳，我想办法先把他的这里的粑粑给他清理掉了，对不对？把他这边的卫生给他大概的先简单的搞一下喽，先喂他吃点饭喽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！